曾经顶配的十三 Pro 放到现在还值得入手呢？现在已经来到了华强北，看一下在这里调一台需要多少钱。OK， 走。十三 Pro 128G， 这个是远望蓝色的。像十三 Pro 都已经上市了三年的，作为顶配旗舰机，它电池80多是正常的啊。像这个边框有点划痕，像这种就是小花机，我们把它打掉，不要，电池还是81的啊。现在 Pro 要吗？你卖多少钱啊？31315。刚不说31吗？31315嘛。那你就给我31就行了，别31315了。行不行？可以。开机看一下啊，你开机测试一下屏幕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还是老系统，通用玻璃本机，还是一个原始系统，15.3。哦，我赚到了是吧？真的？我给你，你还要我加钱？我们来说一下它值不入手呢？首先，十三 Pro 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，也是首款搭载上高刷的 iPhone， 而且十三 Pro 性能也是非常强悍的，大家都用不出来有什么区别，就是少了一个灵动岛。入手它呢，再弄个三星人也不过时。对比新款的十四 Pro、十五 Pro， 他们至少要比这个贵2000到3000左右，3000多买一个十三 Pro 不香吗？又有高刷，又能打游戏，性能也不过时，3000成功拿下曾经的顶配十三 Pro。小号叫华强北淘姐，欢迎点关注哦。